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欢迎来到春美阳讲堂。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防治白粉病。种菜的人都知道，白粉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很多品种都会感染白粉病，最典型的黄瓜、南瓜、西葫芦、西红柿、玫瑰，数不胜数。进入夏至以后，天气出现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白天温度依然很高，但是夜里呢，温度就会降低，就会出现结露。还有一种情况，到了七月份以后，正是盛夏，植物生长茂盛，叶片密集，这也会使白粉病迅速发展。那怎么来预防它呢？预防白粉病，去看资料会说起很多，它涉及这几方面。第一，选择抗病品种，这是永远的话题。不同的品种，特别以黄瓜为例，抗病性完全不一样。第二点，栽植密度，栽种密度大，通风透光不好，夜间湿度大，也会诱发白粉病。第三一点，偏施氮肥，造成这个叶片旺长，叶片抵抗病害的能力减弱。第四一点，浇水，很多人浇水采用喷灌，直接往叶片上撒，那叶片上撒了以后也造成叶片之间的湿度大。第五一点，那就是清除衰老叶片。白粉病的发生两个条件触发，第一，90%的叶片湿度，第二一点，衰老的叶片开始。那从达到这两个条件以后，从衰老叶片开始，它就会大量发展，空气当中植株周围充满了大量的病菌孢子，从而诱发迅速发病。这发病以后怎么防治？很多人会说找农药，但是呢，实际上白粉病的病菌在土壤当中，在空气当中无处不存，要靠打农药的话可能要打很多次。但是呢，在加拿大最好的情况就是私人去买农药你是买不到的，所以即便你知道用农药你也买不到，那客观上对保护我们的这个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没有农药是不是白粉病就不能治了？可以治。我就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好，大家先看一看白粉病发生是什么情况。好不容易找了两片叶子，左边的是衰老的叶片，发了白粉病以后彻底毁了，右边这一片也非常严重了，基本毁了。到这种情况下你再打什么药都没用，即便是农药也没用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预防为主。那触发什么症状呢？我们仔细找一找，不太容易找到。很多人都说黄瓜难种，一会枯萎病，一会黄瓜虫，但是呢，我强调预防为主，我这里没有这些毛病。白粉病呢，我们再找一找。好，这片叶片，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这个白点就是一个白粉病的病斑。那见到这种叶片以后，通常介绍的用30%的牛奶溶液喷一喷，可以起到这个防治作用。但是呢，再比这个严重就起不了作用。还有网传说苦楝油可以这个预防白粉病，但是呢我试了以后没有这个效果。我个人的经验，预防白粉病是要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了。第一点，浇水，苗期浇水，也许还可以浇到叶子，但是呢，
进入七月份以后，浇水一定只能从根部浇，不要沾到叶片，而且浇水的时间改到上午九点到十点浇，这样的话保持叶片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状况，不给白粉病的发生创造条件。第二一点，白粉病既然它发生是从老叶片开始，那我们及时清理衰老叶片也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大家看一看这个黄瓜的情况，盆栽的下边的叶片被清理了，中部的叶片还在，上部的叶片还在生长。通常的话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情况搞得太复杂，为了便于大家掌握，我归纳了一下，以这个砍瓜为例，我们远远看这个植树的高度现在到2米2，它的下部叶片被我清理了。为什么清理？我留了2片给大家做例子。像这种叶脉中间发白是正常的，但是呢叶脉之间叶片明显发黄带一点灰色，这就是衰老叶片要开始发白粉病的一个征兆，应该就把它们清理掉。但是有一个偏向必须纠正，很多人一看到菜有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叶子，甚至把健康的叶子就打了。那怎么打把握打叶子的分寸呢？叶子是这个蔬菜制造养分的重要器官，没了叶子它就没了养分供应，那果实就很难膨大很难成熟。所以我们打叶子一定要准确要慎重。总的来讲，一个植株上它分叶片分下部中部上部这三个部位的叶片，那下部的叶片它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就像我们镜头前面的，那中部的叶片它正在发力正在给这个蔬菜制造养分，那最上边的这三分之一是新发生的叶子。白粉病再猖狂，新叶子上是没有白粉病的，那健康部位的叶子上部不会，中部也许会，那我们的防范就是要防范衰老的叶片感染白粉病以后迅速扩散去进一步感染其他的健康叶片，我们要做的是这一点。因此的话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白粉病。我再最后重复一下，及时清理下部衰老叶片，特别是已经感染白粉病的叶片，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浇水改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浇，浇在根部，不要去浇在叶片上，不要在傍晚甚至在夜间浇水，这样的话就白粉病能得到不要农药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请点击订阅或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祝大家身体健康。